心的目屎，雨也慢慢流离我海。你的代志我有听阮爸爸讲啊，你即马吼，就安心啊，先住伫我家啦吼。啊，安尼敢好？我看我是甲最后一个带做伙就好啊啦。没啦没啦，又太久。警察吼，无你较南面就查去最后阿兄，你若继续介大，安尼伤危险啊。是啦，太久啊，你也是吼，卖出门啦，尤其是绝对袂用甲迄个慧婷联络，知影无？先煞袂当甲慧婷联络啊？哎。你甲愈侪人联络吼，就愈危险。敢讲你想要连累阮全家伙啊？吼啦！我当然无想要安尼啊。你放心啦，我绝对袂甲你惹麻烦的。好啦，啊，我有闲哦，会来甲看你啦。我先来走。好，去啦，多谢。坐啦，唔免客气啊。好。阿姨，吴小姐，歹势啦，我虽然有货啊吼，啊，不过我体力足好个啦，哈。恁厝内若是有啥物粗重工过吼，就交代我来做就好啊，哈。是芳店迄芳姐，你哪里家？哦，阿弟，我玉英阿兄邱梦中啊。哦哦，我会记啊，我会记。是安尼啦，我第一家吼做新的管家啦。哦。哎，请你来，请你来。来，坐，别来了，下车。是啊，啊，你出院了后，我拢无时间来看你。恢复了安怎？有较好无？他调养一阵啊，精神加较好啊。啊，你是安怎哈？大叔无生理哦，有时间走一波诶，那什么直播啊？哥，有会啊，卖不喜欢有诶无诶。哎呦啊，都一年无代志啊。啊，飞碟啊，我无某无搞啊，马上讲是替群会做些生理诶。你来了拄啊好，我最近公司有一笔土地登记爱公证，啊无你替我看卖啊，迄资料有齐全无？啊好好，我看。好好。来，啥？有英啊，我看你安尼。敢那是无完全恢复呢？唔免烦恼啦，我哪有啦，无代志。干妈呢？你卖当作阿兄啥物拢看无？你的个性就是爱多强，真是拢无完全恢复，佫甲我讲无代志。我哪有啦，真正无代志啦。我是感觉啦，我感觉吼，太太可能之前受过操劳。啊，虽然讲即摆有咧调养，啊，不过身体还是较虚啦。哦，你看，芳姐都安尼讲啊，搁爱多强。我看你好啊，你跟我出来一撮，我顺便买一个物件给你。要买什么物件给我？跟我来，你就知。好好好，带你去啦。啊，飞弟，我足久无出去行行。安尼就对啊啦，出去行行，身体嘛靠精神。Let's go， 哎，总经理，要我给你看无啊？免啦，芳姐，我要跟我出去行行者，啊，你替我提一个包包，提内面。哦，好好好，是的，麻烦你。哎，无代志啊，真正无代志。
是安尼徛起。太太，来，我多谢。嘿，你无闲耍，可以较早休困。哦，好，我知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王姐，我进来了。今仔日出门的时阵受过寒，煞未记甲这个月的利息钱，还佫有医药费予天福啊。惠弟，我即摆代志嘛做甲差不多啊，无趁这个时阵哦，转去一撮好啊。久久出来安尼行行一下，确实袂歹，规人加足精神的。迄是当然的咯，你今日坐咧办公室内底，身体当然会较虚。你就要像安尼啊，出来行光合作用，精神会较好啦。我唔是植物呢，我是行上面光合作用，你跟我讲。你安尼就对啦，笑笑的，心情会较好。你的个性就是上过认真啊，日子才会过得这么辛苦，放较轻松的啦。我知啦。啊对啦，啊你唔是要带我买物件在倒？啊，对啦。来，这好哩。这啥？这是全新升级的，是我特别为你建的。原料使用 UC2， 萃取自草本啤酒花，一天两锭，十四天后提升灵活度。你每天吃，双效配方，让你舒适有感哦。哥，你唔免烦恼我，我甲卡萨同款真活力，好不？干嘛呢？啊，你都吃唔下呢呢？好啊，你，无啦，讲真实啦，即马公司哦有准给你斗三工，啊，厝内底嘛来一个新的方阿姨来斗三工，我心情都加较轻松啊，身体自然嘛加较好啊。好，有较好我就放心啊啦，也唔多。咱两个拢有会，爱领导，这保养的物件就是爱吃。这就哥哥有这要给你，你这做妹妹就负责吃，爱乖乖吃，知影无？是，多谢哥哥的爱。哇，即马就敢那我会当命令你这总经理啊哦。是啊，那是当然啊，你是总经理的哥哥，那当然足大诶，你讲对无？哦，我比总经理更加大呢。是、啊。哦，很厉害厉害。你边啊停车？我边停车。副总啊，啊，你要去倒位啊？当然嘛是要去开会啊！开会，这附近也无啥办公大楼啊！你要甲谁伫倒位开会啊？你问甲遮尔详细要创啥？敢讲你是要去报告给李俊豪知影？无啦，我安尼吼较好抓开车的时间啦。哈哈哈！你紧张啥？我咧甲你讲生笑呀！一点钟后直接等我啊！啊，是。经理啊，副总的吼，爱我载伊来中山路，拄才经落车啦。伊敢有讲，伊要去中山路什么所在？要甲谁见面？我有问啦，不过副总就无要讲。伊讲伊无想要讲，你都无代志啊，是吗？你是袂对落车来看卖啊？你这款做代志的方式，敢对得起我给你的薪水啊？不过我感觉副总的已经有小可在怀疑我。你才做一个司机无几工尔尔，你就去让伊怀疑啊？你来这无路用啊！安尼我即摆应该安怎做？你是电脑，紧落车去看卖啊！啊，是。先找出来替我做代志的人，拢这尔两公啊！喂，妈，
爆而死，即摆伫你遐。天诺啊，天诺啊，哎、欸，好啊，你倒来。歹势歹势，我今仔日有赶咧出门，煞袂咧，互你这个月利息钱，还佫有迄、那个李俊杰医药费，来摕。啊，这无要紧啦。为病医请迄康复回来哦，哎，伊人偌好个呢，伊讲明仔载才回药啊。好安尼哦。嘿、欸，啊对啦，啊李俊杰今摆情形安那？嗯，嘛是同款啦。医生就讲哦，伊若是无出状况哦，就算是扣着个呀。哎呦，我感觉迄个李俊杰伊妈妈哦，真正足疼伊个呢。啊，伊若是看到伊安尼昏迷不醒，遮尔侪年安尼倒伫遐哦。心肝内一定真艰苦。我是烦恼你甲安康两个人，大概你出门哦，我就惊讲你甲安康第二日间会出什么代志。哎呦，这你放心啦，咱家什么人，伊哦足成功的啦，万项代志哦拢想甲真周全，所以哦你唔免惊啦。哎、欸，安康，哎。妈，你哪里家？哦，啊，就李俊杰因阿姑啊，带夫人出去吼，行行踅踅啦。啊，所以我才趁这个时阵哦，提钱转来给恁爸啦。嗯。啊，等下吼，我就会转去恁家煮饭啊。那是哦，因阿姑在的哦，那我就放心啦。哎，坐坐坐坐坐坐坐，咱一家伙哦，总算会当好好讲几句话啊啦。哎呦，是讲哦。咱徐家哦，真正是功德无量哦。为着要保护你家遐个人哦，你看安康去做太子爷，而且讲买一送一呢，佮挂我个某去做管家，也无安尼好啊。我嘛来去你家做代志。安康，你栋大楼敢有欠啥物钱，还是司机个？讲甲袂输，敢若真个共款。爸，啊，敢讲你冒险出来？嗯，我一天无看到你，我会想你呢。想啊想啊，你着去病院看李俊杰就对啊。啊，李俊杰嘛袂甲我连笑话啊。好啦好啦，恁来，哦，真正是，就是讲，安康啊，你即摆出力吼，嘛是迄个司机阿兄伫个负责对不？嗯。啊，你今仔日转来咱家，啊，嘛是伊送伊来。是啊，不过你放心啦，我有叫伊提早帮我落车。而且停车的所在，离咱家有一段。啊，不过吼，我感觉你还是爱较细腻的，因为我常常看到吼，迄个李俊豪甲迄个司机吼，啊，唔知你爱交代什么代志哦，安尼两个人欺负欺诈，足神秘的。我嘛真系感觉，我感觉这个阿成应该嘛叫李俊豪一个唔正经的小气，就参像顶摆迄个陈阿姨同款。嘿，那是迄个司机哦，趁你落车的时阵跟踪你，安尼咱这个所在就通发现啊。你放心啦，沿路我拢在注意啊，伊不对啦。哎呀，这款谍对谍的生活实在是有够艰苦的，干了做啥物代志哦，拢有人会去打迄小报告。尤其啊，这个人阁是你的司机呢，哎，你是那是制造啥物假车祸？啊！你唔多危险嘛？有这可能哦。我看哦，你两个卖转去啊啦！啊，无，逐天我拢伫遐烦恼你两个，我啥物代志拢免做啊。对啦，妈，你告诉我，提钱先借我一个。啊，你别输我重要。紧的，你提来借我一个，紧的啦，紧的啦。好啦好啦好啦。安康，你提你妈妈输我要创啥啦？哎，为着我的用意就对啦。来来来来来，点吃点吃。啊，我跟你讲哦，我穿过一两届，啊，不过我洗清洁会用的吼。会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哎，经理啊，我等下对你看。不错，是掉高是无？咱惊到安尼，手机拢落落去啊！紧的，电话扣起来，继续讲啦。唔免啦，
哎呦，你看起来敢那足心虚的呢？你是不是拄只打电话离去啊？我无啦，我。哎呀，我都甲你讲，我咧讲生笑，你是咧紧张啥？来来，一块胖乎你哦，压压惊啊哈！都小哥做。哎，我甲你讲，这间胖店真的胖，偌好食，我逐礼拜拢会来吃高官呢。所以，副总，你真是去买胖哦？是啊，我即马精神粮食已经买好。给，趁小金食，食好头我走，我去公司继续混啦，哈！都小哥做。哎。太久，这个是我的后生，他叫做李俊豪。李俊豪，你敢有想起啥？这个名我敢有听过。你当然有听过，因为俊豪这个名是咱两个人做伙好的。我想起来啦，恁阿妈有甲我讲过，龚俊豪，你是伫一间大公司做经理的哦。哦，你实在有够牛的啦！俊豪这名啊，就好听。我叫做太久，以后请你多多指教哈。你要离我妈家多久啊？太久啊！我听祖阳阿公吼，你的手艺袂歹，你陪我来菜市啊！啊，今仔日吼，咱就是煮迄个越南的料理，还真好。哦，阿姨啊，不过祖阳姐有特别交代，叫我袂当走出去。哎呀，不要紧啦，咱今日去菜市啊，尔啦。啊，你都无阿弟的口罩戴。啊！若有别人问起，我就讲你是阮妹妹的后生，小妹的表哥。哦，我见。哦。走。你找来聊什么啥？你今晚是在讲啥？你是你的爸爸呢？你这样想吧，李俊豪，所以你家己太多。我是在烦恼，伊会破坏你宣传的计划啊！恁爸爸今嘛变嘛安尼，这拢是恁阿公害。那是安尼，回家阿公当作咩就好啊，想怎么给传回来啊？恁阿妈就是袂放心恁阿公。妈，你千万别让我爸好失去伊个代志，啊若无，就无彩个计划啊！恁爸爸我会家己甲伊讲好势，你即马就安心去进行你个计划就好啊啦。妈，我知影，我知你是真心爱爸的，要毋过我所来要做个代志会破坏着伊个家庭。我嘛知影，你即马心情一定足复杂个。你敢知影？以前恁爸爸，伊毋是完全属于我一个人的。也毋过即摆，不管伊变甲安怎，在这个时阵，伊才是完全属于妈妈一个人。所以即摆，不管有偌济钱，对我来讲，拢已经毋是我想要追求的啊。但伊骗的钱也交收了后。我就送你100000块，让你去过家己的生活，你也能完成你的愿望啊！妈，我先离开了。
太太，啊，两位少爷来，水果全好势啊！啊，唔知啊，你哪个有啥吩咐？你代志若无用煞，我坐落来啊，大家哪吃哪看看。哦，好，来，范姐，阿姨，咱有一个下家手人跟咱坐做伙，安尼够适合吗？俊豪，你莫安尼啊！那方阿姨会当来咱家斗三工，迄就是大家有缘分。啊，即妈妈等于是咱家的一份子啊，莫分到遮尔清楚，知影无？就是讲的，莫怪哦，你部门员工会遮尔袂爽你啊！啊，伊就是平常时做安尼加一块啊，当作家己上高尚啊，别人哦拢是你的奴才。你哦，得来学只阿公要够白的，人咧对待哦，即公司的员工秘书对待家己厝内底人同款。啊！结果你啥物拢无学着，都改晓安尼尔。我真正哪看哪感觉你无成哦，理解啦。李俊杰，你用批评我找员工的方式有问题，也毋过你袂用讲我毋是理解啦。好啊好啊，恁两兄弟讲无两句话就开始相打，我方阿姨看笑话。啊啊，袂啦袂啦，太太兄弟啊吼，安尼带来带去，素常的啦。嗯。来啦，坐啦。哎。哦。对啦对啦，坐啦坐啦坐啦，坐啦。哦，好。阿姨，哎，这水果的啊。是啊，多谢多谢。方阿姨，啊，即马拢下班时间啊，所以无必要这么紧这么客气。嘿啦，你莫把阮大家当作是外人，放较轻松诶。啊，即几天，互你逐天拢无闲，阁遐尔晚，才等于休困，歹势呢。啊，袂啦，这应该啦。啊，真感谢吼，恁大家拢对我遮尔好着。我是想讲吼，无，我较慢走啦。等小姐回来了吼，伊可能还阁有真侪代志要吩咐我啦。唔免等伊啊，伊今日去俄国表舞。应该先暗再回来。哦，哦，小姐就是去学跳舞哦，哦，不怪，身材遐尼好着。拜托的，伊爱学毋是跳舞，伊是爱学哦，咧心灵潜修，看伊的心哦，会变较较善良哦，头壳变较正常的袂啊。你敢会想好笑？一个头壳歹去的人，可能头壳不正常。我咧无正常哦。你哦，唔通孤笑比无过，你嘛差不多啦。啊，这里李可欣若是继续甲你斗阵落去，真有可能会嫁袂出去。李可欣嫁出去，嫁袂出去，这点你无需要替烦恼。我是无咧烦恼伊啊，我即嘛是较烦恼的，就是我咧司机阿信啊。表面上看起来安尼调直调直，其实哦是有一寡问题。阿信，那阿信是有啥物问题啊？啊对啊，妈，我甲你讲。阿星哦，一摆把车开回来，我发现伊车哦，敢若有偷开十几公里。这意思是，伊暗时的时阵偷偷把车开出去了。是啊，你甲看，迄车哦停伫停车场的，伊无开呢。啊，结果过两天哦，煞无缘无故加十几公里，啊，是谁开的？路鬼。少爷，我拄只听你安尼讲吼，雄雄有收到。这几天我下班的时阵哦，拄啊好有看到阿信把车安尼开出去，我还佫两尊讲哦，你是不是迄暗时啊吼临时有甚物应酬咧？哎呀，无啦，主要出车了后，我就真哈咧咧讲朋友出去应酬啊。这其中吼一定有甚物误会啊，不再讲啦。你敢会把车的公里数记唔着去啊？还佫有啊，你记车的公里数到底是要创啥？根本想不了啊。哎，我嘛不是要这么无聊，那不是我发现这个阿星怪怪啊，我老可能去记车的公里数了。啊，搁再讲啊，伊的代志我拢已经探听清楚啊啦。之前伊的同事讲哦，伊总爱从事车上的激烈运动哦，所以拢特别是开我的车去夜店把妹，我当作怎么样？我想袂到阿星是这款人。嗯。这件代志吼。那无确实的证据，就莫后壁讲。啊，那无去冤枉别人就无好啊。你讲的无唔对啊！等我把代志调查清楚，再来甲大家报告，吼、哦。来，啊。
个，哇，这领导啊，顶的咧。不是啊。哎，方阿姨，方阿姨，来来来来，你嘛接一个啊。来啦，免拍摄啦，接一个啊。多谢。小查某竟然跟我偷十亿，你当作是遐尔好，讲有就有哦。就算伊赚十四万，嘛赚袂到遐尔真实。伊是编什么狮子大开口，真正是气死我！伊爱开偌济，你就好开就好啊，你创啊甲伊计较啊？你安尼想起根本就是中伊的计啊！学姐，我就是挡袂住，就算讲伊袂对平轩安怎。要唔过我咨询到，伊伫咧平轩的身躯边，而且佫住伫咧阮家对面，我着规身躯感觉无爽快，我着无法度冷静。即马，若是为啥替我家己种往赶走，绝对是我的责任，我一定好好报答。听你安尼讲，我若无甲你斗三工，我咪就变作是大歹人啊。要唔过之前我为着要替你驾驶迄个刘嘉文去找因爸爸的麻烦，我差一点仔就去有网友出征呢。我是无想要佮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代志。学姐，好啦，无法度啦。相叫哦，你是我上疼惜、搁上看重的学妹。我今妈妈就讨厌刘嘉文这个小查某的，我都好能做个底。我有一个办法，会当将刘嘉文为林品轩幼稚园赶走。是啥物办法啊？啊，你为啥物无爱较早讲呢？啊，咱两个人哦，互刘嘉文伊妈妈不管遐尔凄惨，唔差一点啊，连朋友嘛做袂成。我嘛是叫伊妈妈哦，刺激到的，唔只系卧薪尝胆。我安尼想来想去，总算是我想到一个万无一失的办法。到底是啥物办法的？你想要知影？那安尼，你就要先答应我，到时阵代志完成了后，你要怎报答我？只要你把刘总挂出去，我就送你你想要的名牌包包。不要。你上爱的名牌包包的你买，那你爱啥？我要你会记得这个温情，因为以后我绝对有机会需要你报答啊。无问题，只要你完成我的心愿哦，以后你讲啥，我绝对会做到。大哥哥，哪什么哥哥啊？你真正就幼稚。你到底是要爱我跟你斗三工，就留这样关照我？当然袂。嗯哼，大哥哥。那呢，那就讲掉。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你听我讲，到底是什么？李白，园长，你找我。就以杰西卡小姐讲，你捌侵占过伊的钱，互伊过诈欺，佮你袂用关三年，这够是真的？是真的。要唔过我唔是台南办会，幼稚园嘛无规定，前科犯特别当来做老师，敢毋是？刘嘉文，你是一个有前科的人，佮我想要留伫咧遮教册。园长是要给你一个机会，自动请辞。啊，你若遐尔啊，唔知啊，我拜，我今嘛就开直播昭告天下。啊，你看幼稚园其他的家长，也佮有网友，敢有法度同意给你这个有前科的诈欺犯继续留伫个幼稚园教歹囡仔？刘正文，你应该知影网络的力量有偌大。你若是无想要你，啊，佮有恁爸爸的名店，佮互上面攻击。奶奶就继续留伫个家比较紧。我是讲，即马应该无人会去攻击恁爸爸的店嘛，因为即马吼无鸡卵，蛋价伤贵，有即马买不到蛋蛋。谢小姐，唔通啦，拜托你千万唔通开直播，我将每一个囡仔的家庭拢非富即贵，这种代志千万袂当传出去，啊无我又有更惊爱关门啊。你跟我讲无用啊。要跟他说啊。
文子老师，拜托你了。园长，你们拜托我，我绝对不让你为难。这给我爸一个而已，真的很没成就感。是啊，咱若知道这么简单就能将他赶走，我应该较早出手。所以说啊，您就是说用尽心机想要刺激别人，跟我说一个还两种说自己很巧。你学姐不用跟他一句来一句去啊，不管你现在外面说现在所有人是他，我赶出去啊，也是他。刘江文，我真的感觉这就可怜了。不猜啊，你之前是一个学霸，煞因为有前科，以后恐惊要找一个头路，应该就困难了。就可怜了呢。夏君，你俩准讲安尼得当给我关照是吧？我讲的话，你哪会遐尔紧就放袂记啊？我说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。阿君，这世人我永远都不能离开你啊。你这小子不知道是姐姐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明明就让人赶走啊，这一点我都不怕。我也感觉没什么对，这个刘家文未输敢知影咱的来同款，物件早就收好啊，伫等啦。真有可能，伊也未晓通灵啊，哪会知影咱咧想啥？你袂记得啊？你之前甲伊租迄间厝买落来时阵，伊嘛敢早就约着你的想法啦，先甲隔壁迄间租落来。敢讲即摆嘛同款？哪有可能同款啊？平轩吼，就敢那一间尔，伊即嘛嘛无法度去找平轩啊。我是无想要乌白想，要唔过我就感觉心内怪怪，敢若有啥物代志要发生咁快。乌鸦嘴，卖了乌白药好无？对啦对啦，一定没有啥物代志发生的啦。既然咱就从刘家文赶走啊，无咱来庆祝一下，安怎？嗯。呀。阿星啊。哎。麻烦你吼，只要有一挂新的物件，阿你也分开放哦，哈。啊，你放心。我后车厢有专门放生鲜的箱啊啦，你甲其他日用品男做伙。哦，哎，好好，多谢你哈。拜拜。太太，啊，你咧看啥？啊，无啦，芳华，你摕一张湿纸巾给我。哦，好。坐下。对。太太，你要去倒？你跟我讲，我来。没，我自己来。我感觉这台车，规台车拢无清气，我坐了足袂爽快。什么物件啊？哎呦，啊，那有丝袜啦！他最近可能碰到这阿贤哦，我来骂伊。哎，太太，你较冷静的啦。阿贤吼，要搁载咱回去呢。万不哩，你若是讲甲伊无欢喜，我真正唔知伊会做出什么危险的代志。你看吼，等伊出来再讲。原来安康把我偷丝袜，就是挑工要放伫个车内，让李俊杰伊妈妈发现。但阿信即马哦，搁看哪变改，嘛无人会相信伊啊。
太太，咱这下敢是直接回去厝？当然。啊，好。行哦，你也好好甲警告啦，较免以后哦，佫发生这种代志。唔免，无需要甲伊讲遐济啦。那卡叔今日是工作上，迄表现了无好，我佫会当予伊机会。啊，不过伊即摆是人品有问题呢，我无可能予这种人留在身躯边。我决定，我要甲伊开除。太太，阮做人下骹手人的哦，都爱有耳无嘴啦。头家的大大小小的代志哦，都安尼一耳入一耳出，绝对袂用个乌白传话。啊，这个阿行偷偷开少爷的车出去佚佗，我感觉吼，这个毋是真严重呢。太太，你有想过无？啊，你甲少爷两个人吼，常常伫个车顶讲公司的机密呢。啊，这个阿行的人品若是无好。就有可能会让人利用这点哦。对吼，你讲了真有道理。我即摆赶紧找人来接伊的工课。哎，对，我听俊杰讲，恁先生敢那是咧替人停车的，啊，那呢，伊开车的技术应该袂歹啊。是啦，算讲袂歹啦。阿姨停的车吼，哦，迄拢是吼足贵的车啦，技术也是无好，人哪有可能会做这份工课？好啦，阿无归去，就请你先生来替阮开车。芳姐，那你做人这么正派的，我相信恁先生的人品绝对无问题。我即摆确实出着急，你敢袂当跟我斗三工一下？安尼哦，无我再甲阮先生小参详一下啦。嘿啦嘿啦，啊，你著甲恁先生讲，看伊即摆一个月薪水偌济，我出比伊即摆薪水搁较悬予伊。啊，恁家即摆爱照顾囡仔、照顾后生，应该开销袂少啊。假使恁先生愿意替阮开车，安尼毋若解决我的问题，安尼嘛会当减轻恁厝内底的压力啊，敢毋是咧？是啦，多谢太太的好意啦，我绝对会想办法吼，说服阮先生。那呢，我先给你说多谢，多谢你。哎，那天气受冷啊。是。我随调整。啊！你温度调到这么高，较等下作乱呢。妹，啊，即马是安怎哈？听讲要找我麻烦咯。我是你爸爸呢，你嘛较差不多的。你甲讲了，才讲你几句话呢，你著骨卡随坐出，你安尼无及格。对啊，想想袂起你啊，也袂关事啦。我给你这么多薪水，这其中一部分就是你们的费用。这讲你几句，你就记载不了，你要这样扣钱。妹，你别胡白来哦。你妈妈有跟我说好啊，说你家哦，给咱较多薪水哦，是要拿那林俊杰的医药费啊，给伊较好的照顾啊。你若扣我薪水，我是无差啦，也不过影响到的是林俊杰。我猜，我在跟你讲生笑。是公爸，我提醒你哦。我甲你的关系千万袂当互发现，啊若无吼，咱规家拢挂嘴死狗，就真正无人会当照顾李俊杰嘛。这我知啦，咱即摆一个伙仔拢伫咧李家呢，代志若是瘪空哦，李俊杰妈妈一定会认为你是居心不良啦。是讲哦，你若敢若想着要照顾李俊杰妈妈，拢无想讲要照顾你家己啊？迄效果我拢想过啊。到俊杰妈，真正对我足好。
所以就算我安尼做去有误会，我嘛袂当无管伊的死活。唉，即马就干会当行一步算一步啊。拄只我甲你介绍哦，即拢是咱公司即马经营的项目，了解我甲几间子公司合作，嘛拢合作了袂歹。好，唔知影一品哦做甲遐尔大呢。嗯，之前哦，我敢若捌食过一品的厝迄微波食品尔啦，唔知影恁讲遮尔济产品哦。是啊，微波食品是公司的目前卖了上好的，而且我甲有计划哦，要甲几间啊农场合作，要卖哦有机蔬果，要有有机米，包括要等各大通路贩售。安康，你真正无简单哦啊！你看，你之前哦，伫个游览车顶哦。甲人客介绍买乌马亚件，起码无同啊哦！你是遮尔大公司的副总呢，凊彩一张订单拢是几啊千万呢。唉，我跟你讲啦，我即马副总的这个称号，要靠收获一切，拢是李俊杰。等伊晋升了，我也是要等伊继续做块导游。我是讲李俊杰即马状况无好啊，伊若是会当加活一天哦，迄拢是奇迹啊啦。但伊若去了。这一切拢是你的。别，你奶奶啥话袂讲啦？哎，伊若想什么死家嫂，我到时阵我是要哪解骂，要靠过年讲来。这代志肯定会发生的啊！你也是哦，较早想无清楚啦。我根本就把你想袂好无？我回来，那是因为我对妈要跟阿妈，要跟这个公司有感情啦。因为我真正无希望看到有人趁李俊杰跟伊妈倒转去的时阵，跟伊公司规划跑走。你是讲迄李俊豪？是啊，是讲真紧。哎，我来讲，你是来较注意。为了伫厝以外，你伫外口哪会叫副总？千万不能有卡手存在无？我知啦。副总，俺较等嘞，要去开会啊。是啊，即摆开会哦，因为副总的指点哦，保证哦，今天要真顺利呢。副总，你小够厉害呢，我知影小玉叫，先来取啥物？是啊，我是有副总，是太好。所以有我真正做伙，莫了袂讲啊！我甲你讲，这拢是大家功劳，而且咱是一个团队的，敢若有我，无恁来斗相共，嘛无路用啦。我这个后生哦，只是欠栽培尔啦。若是予伊资源，予伊舞台，伊就会当表现得足好个，真正是一个将才。啊对哦，向向袂记哩，甲你介绍，啊，这是公司新请的司机啊。你好，啊，叫我老徐就好啊。以后就由老徐哦负责载我四个开会。老徐，以后别麻烦你啊，知无？副总，你莫咧讲啦，你人真好呢，甲大家有讲有笑的，会当替你做事咯，是我的福气啦。副总，安尼我先来一波赢哦。好，你先一波，辛苦啊，辛苦啊，啊。你经理啊。哇！你安尼哦，煞气腾腾安尼，面手结甲这尼啊歹看，到底是啥？这尼好大胆哦，敢尼啊哩受气啊？我拄来甲咱公司的爸面手上合联络，伊讲咱公司一直爱要甲续约合约寄予伊，我要去法务那边问看卖到底是安怎。免问啊啦，是我叫伊卖寄，因为哦，我要换厂商。换厂商？是安怎？咱甲一间厂商一直合作了真顺利啊！合作了真顺利，我看是甲你合作了真顺利，唔才对。哎、欸，李经理啊，这间厂商的工厂哦，污水处理一直都有问题。啊哇哦，特别是咧，该换员哦，换员工一定爱个换掉，你死都唔肯换。后来我想想诶，啊，应该哦，就是你咧无用阿妈财产的代志，所以我就先替你处理啊。我已经甲因讲好，互因一个机会去处理这个问题。你即摆安尼做，我对人感觉真歹势。歹势毋是用嘴讲诶，是要用行动去做诶。奇怪哦，我就是安怎想拢想拢无。是安怎哦？一个用嘴讲的手伤，你一直拢没有机会。啊！你是什么时阵变个这样尔粗鄙的？你怎么想讲这个？因为这间手伤当初想要介绍来，所以你才有这样子的意见。对啊，我就是咧针对安怎，我才讲安尼较无够明显。李经理啊，你莫掠住讲你私底下甲手伤咧比鬼比怪，我是知影的哦。你死都唔肯换手伤，那是因为你惊换来了后。以后你就无可能上安定了。我什么时阵提过手上的高明霜？
你别调皮。我好白讲话，敢讲爱我派人去调查？欸，我若真正砸落去死狗，你先死狗就歹看。李俊杰，你到底想做咩？一直做爱嘛？我这是要问你的，天啊，敢哪有人这么戆的哦？公司一直被威胁，一直被欺负，啊，当面咧结点点，唔敢换掉的，就敢那你尔啦。啊，你是副总，你讲真实，你讲这句话就对啊。哎，李俊豪，你出来哦，你是大少爷，唔过伫公司我是副总，我妈又可是总经理。卡叔，你若是真的对我什么不满，你就直接去甲总经理讲，还是讲你咪使直接辞职啦？啊？李经理啊，我即马讲的这你拢听好清楚吼。那安尼，你对换手上的代志，今天要搞有啥物？爸，我知啊，知影就好。安尼啊，就见面无言，吼。当地海景第一排看伊驾驶的歹人，我实在足爽的。假讲的，你驾驶歹人哦，就是爱个压落底，袂当我徛伫头壳顶。还是讲，哎呀，我煞希望袂记拄只我介绍到倒位去啊。哎呀，拢是一个唔只惊害，害我唔袂记哩。啊，行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。够哦，够有啊，真打紧哦。假讲。你讲你有事情创啥事啊？好，随时跟我回。Hello。你要提啥？我顺创这天想去上班啊，啊，拄到你妈跟我讲伊有代志要出去接，所以我就顺刷替伊讲掉。既然你顺刷要坐我的车去上班，你也无先刷把我电路面刚提过来。我无做。你无做？我不会载你。陈亦凡。我若是有了忘掉，明仔载才应该是你甲阮阿姊固定见面的日子。那恁明仔载哦，甲阮爸提就好啊。迄物件若变过哦，甲微波就无好食哦。我伊明仔甲伊讲，阮是一礼拜见一次面。我甲讲是都是讲见啊。你来阮家，我等你一天两天的代志好无？我咧掐指一算，我就知影。可怜。我那遐尼啊可怜啊，遐尼啊戆啦，把你当作是我的妈子，结果你竟然安尼对待我，遐尼啊重要代志，你问嘛我遐尼啊顾我陈亦凡？哪有法度啦？一千九十八九十九袂当讲的，我若是跟恁讲，伊就唔肯跟我见面的。讲实在啊，大家看到你个恁爸就烦恼伊哦，我感觉真唔甘的。我知啦，我来讲生肖。我知影这段时间哦，拢是你咧陪伴我阿姊。多谢你，反正伊才袂遐尔孤单，我嘛比较安心嘛。你的心是无往伊拍开哦，就算你当领导，也不如改变啥啦。讲实在，我唔知影我咧陪伴伊，对伊来讲有够帮助啦。我个人知影，我袂当放弃啦。哎，陈亦凡，我遐尔侪年。啊！你对我阿姐的感情从来都无改变过啦嘛，我已放弃。你敢有想过，若是有一天你无法度得到回报，你敢会后悔？我从来没想过有啥物回报啊！我对以后还是把心甘情愿的。就算讲你无什么接受我。哎，陈亦凡，你即摆安尼想，无代表你以后安尼想哦。我跟你讲，我阿姐的个性，我真正想过了解啊。伊的个性我最了解啊。我跟你讲啊，迄蔡正人实在是伤可恶啊。我一定要把伊做遐歹代志，全部拢写下去。你是咧丢搞哦？蔡正人我已经娶别人啊，该有啥物期待啊？你爱面对现实，我今麦讲的是你跟我阿姐刘嘉文的感情。我真哩想要保护伊，啊，不过你唔爱替你家己小细伤者，你掏心掏肺你的受伤啊！我讲遐尼济是为着你好，你知影无？身体为我好。是的，妈。阿姨，陈亦凡啊，哎，阿妈，你
跟伊是嘉文哦，啊，你那无两张红仔呀？当初伊跟蔡振祥做伙呢，我若是讲哦，这话出来，暗暝造成大家困扰啦。讲到迄个蔡振祥哦，跟咱嘉文来糟蹋个安尼哦，早知哦，我都跟你家安尼抢回来，你都无代志啊。千金难买早知道，这边公家小三裸用啦。哎，那也无裸用啊。啊！伊个蔡振祥早都人就走去啊！你若是真正哦，介意嘉文哦，你都爱较勇敢去对介对转来啊！我跟你讲，嘉文这囡仔吼，妈妈是自细汉看较大，伊一定是一个好媳妇啦。不过讲这政府嘛，伊这尔啊高义着，可是咱的好厝边哎，咱两个若是用去做亲家的话，哎，唔知偌好哈。那真正介意做亲家，我早当好一个白板，伊遐气死。我是倒了白吧。我拄才一看着我妈的时阵，我是不是暗示你今仔讲啊？结果嘞，你也全部拢讲讲出来，你安尼不是白吧？算是白吧？那就表示你暗示无效果啊！拜托你后盖换明示好无？老谢，出这件代志你嘛知有啥唔好啦？是啊，难怪你讲讲无唔对啊，对不？啊，你若真正哦，哎，有心哦，要甲迄嘉文传入门哦，我跟你讲，妈后头一个听你的啦，阿伯你好。妈最近哦，去甲迄旧的金啊，甲换迄啥物破链呐、手环呐吼，啊换做会用的、够用的，啊先甲你穿起来，你好吧？妈，你想啊，伤远去啊！伊即摆连找人都唔肯见面呢，要让心情去想这个代志啦。啊，你也无甲人表示过，你哪知影人无考虑啊？你搁早无表示过啊？啊，你表示过，啊，人安怎讲？我要来上班啦，这件代志哦，要么再讨论啦，就当作你唔知啦。哎，阿姨等我啊，我们这里请阿姨等我。哎，阿姨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也是要来上班了哈。好，拜拜拜拜。陈一凡，哎，这囡仔真的是，郑春梅，你长得好，啊？多谢好酸灵啊。哦，我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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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。哎啦，伊旧年哦，对于阮这区吼，哎建设就用心的啦。哎，好啊好啊，阿伯我带过哦，去甲迄议员吼，哎说多谢一下。哎啊，我先甲迄店收收，我带下来水果，好，好，多谢多谢。对，我帮同领导位啊。哦，没啦，一点动算的啦。没啦没啦，安啦。好，多谢。那恁我先来走啊。好好好，加油加油。拜拜拜拜。再见。哎，怎么样？这个市员另外几只像？哎呀，就讲，啊，当然都是要真正为迄选民来服务啊，做人正派，咱都听伊啊，对不？对。参照多加这个刘议员，我感觉伊都袂歹，咱都应该给支持啊。是讲讲你听话，哎，啊，你家己敢有特别要支持什么人？哦，是安尼啦，郭议员哦，要带伊支持的蔡振祥好算进来，叫我来给伊捧场一下啦。蔡振祥，拜托的讲你听话，啊，这个笨手你也不是唔知呀，伊是阮市场，人人看到都要甲喷嘴软呢，不支持要创啥啦？来，春梅啊，人情世事啊，你哦，就当作郭议员一个面子啦。不是，哎，这样。江里长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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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嗨！哎，真你在话谈笑，哈哈，感谢两位哦，倾半时间来问，哎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哎，多谢，欢迎，多谢，多谢，哎，郑祥，多谢两位里长哦，和郑祥有机会向您请教，多谢。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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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来来，各位玩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来来，大家坐啦，坐啦，坐坐坐坐。高议员啊，本来我听到蔡振祥的名，我都越头要走啦。啊，不过刚你听讲哦，你一个民主，我才会坐你遮啦。啊，感谢郑理长和老议员一个民主。哎，郑理长，我知影讲你对郑祥有淡薄啊无谅解。啊，不过吼，你为着地方的建设，甲里面的需要吼，你嘛是愿意坐落来，大家好好啊讨论。像郑理长这种公私分明的精神吼，都是郑祥你应该学的啦。请第二张多多指教。指教，
好啊，那呢我就不客气啊。咱先为恁妈妈开始讲哦。你刚才伊妈妈是我的好厝边啦，啊，我自细汉呢，我看伊妈妈安尼个辛苦甲请养大汉。啊，不过你刚才咱蔡正祥真正足友好诶，为着要挽救伊的选情吼。哦，伫个电视顶头，甲伊妈妈讲到话无正经咧。你敢知影恁妈妈一边看电视一边流目屎，我尔啊伤心嘛？第二张，我讲的有一部分是事实。白搭是事实尔啦，讲什么是事实啦？拜托，阿姨是看你自细汉到大汉的，你咧讲什么白话，我也看袂清楚。这是我私人的代志，应该甲公众的利益无关系啦。好了，无关系，你就莫上电视讲啊。高玉安。我看第二张应该有伊要支持的人啊，咱来走。哎，郑理事长，高议员，啊，我话都还袂讲完，恁即摆就要急要走？春梅啊，你莫安尼啦。郑祥，大家甲话讲清楚啊，啊，这嘛是解释大家对你误会的机会啊。好，第二张啊，你有你要支持的对象。我尊重你，啊！不过你袂当因为无支持我，就讲我的歹话啊！好，那恁咱都有话讲较白的啦，莫讲什么咱伫咧背后讲人的歹话啦。恁妈妈是我的好厝边，啊，照你讲哦，伊的后生出来算，我都应该爱支持你，对不？啊！不过我跟你讲，蔡正祥你这边我挡袂落去啦。啊，过来，你的前女友嘉文啊，哎，当初是你伫咧创业时，世界去替你赚钱呢，结果呢，哈？你是百三幺去娶别人，叫人招招去啊啦！啊，明知影伊巴肚内底有你的囡仔，你是安怎害伊叫人关啦？结果呢，参照你这款，我敢出来算哦，真正袂见相的你。我承认我私人的代志做得较无外观，啊，不过这无表示我无服务大家能力啊。啊，莫做迷茫啊啦！参照你这款的不好，佮无情无义，无咱来当好你的啦。参照你这款啦，这么烦的算命哦，你的票我无稀罕啦。蔡正祥，我即马就甲你讲。我郑春梅理事长哦，足公正的。我平常时哦，要为着任何一个候选人哦，去给人邮票啦。啊，不过这届哦，为你破例啦。我甲你保证，蔡正祥在阮这区哦，伊的选票绝对会输到这清惨嘛。输在你啦！你哪有料叫伊去坐落去啊啦？郑祥啊，较冷静的。高议员，因袂当安尼啊，凭我前女友一面之词哦，就安尼甲我批评啊。我甲伊伫个交往的时阵哦，我偌济委屈拢无人知呢。因为我做人故意，袂去讲人的歹话，真是的，遐尼侪无公平的罪名啦。够无？这尼还讲白贼话哦？早知影我一番介意，将我都鼓励伊去录音啦，才袂让你这个笨怂啊来糟蹋啦，讲袂落去啊啦，我先来走。朱梅啊，郑理事长，别了，讲看卖啊，卖了，朱梅。我来陈一凡。是因为介意刘嘉文，才安尼针对我。对不起，您拨的号码现在没有回应。奇怪，是安怎太久电话拢卡袂通？到底是安怎？慧婷这几天一直在传讯息，问我太久在那里，我是紧算，别又抓到。哦，哎呦！哎，吴书记，你晚上没了？哎呦，这里，哦，你晚上没哈？慧婷，你是你啊？吴书记嘛，我这几天传讯息给你，你都没被插我。啊，一定歹势啦！我弄着头壳，即摆头壳作戆的吼。哦，啊，你敢知影太久去倒啊？我即久刚开伊电话拢卡袂通诶。啊，可能咧困啦。哈？哪有人一工卡毋拢咧困诶？哎呀，我那边做工课哦，我嘛想要规工拢咧困啦。哎，歹势，我头壳即摆有够戆，我来休困。邓姐，邓姐啦。啊？吴淑贤，啊，太久。刚母搁住伫你遐，我唔知啊。你唔知？你变哪有可能唔知啦？吴淑贤，伊是不是离开啊？阿姨跟我甲你讲，伊要去倒。哎呦，我唔是女朋友啊，
伊也无需要甲我报告啊。好啦好啦，若是有交伊联络，则麻烦你甲伊讲，我咧找伊，安尼好不？好，我即马头壳晕到要吐，我来休困一下吼。好啦好啦，休困。好，谢谢你啊，走走走，走走行。那就是走去倒啊？敢不是被警察抓到啊？啊，这就是咱公司的员工餐厅啊。哦。外口的人袂当来这吃饭，是检查讲哦，公司的员工来这吃会有员工价。我跟你讲哦，这物件哦，俗个好食，绝对袂让你失望。哈哈哈。是是是。俊杰。哎，快点。啊，对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这是咱公司的新请的司机，伊叫做老徐啊。你好，以后哦多多指教。哦，你好，我伫食品研发部啊，我叫刘慧婷。哦。啊，副总今麦有车祸后遗症，所以常常拢会头壳疼，甚至跳到昏去，所以以后伊的手术无，就要加麻烦你啊，麻烦你加照顾啊。啊，你人呐遮尔好啦，啊，对阮副总遐尔关心。加讲诶，因为。是我的女朋友啊！华华有跟我讲过，安康即卖女朋友哦，我甲李俊杰交往过。啊对啊，慧玲，你食饱未啊？嗯。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即卖离上班时间还够半点钟，咱先出去行行。啊，叔叔，你食了咖啡好无？好啊。来，老徐，我先来去哈。哦。副总顺行哈。别别别，好，顺行顺行。慧婷哦，看起来人袂歹，甲安康哦足速配。也毋过，伊即摆甲安康交往，嘛是因为伊就是讲安康就是李俊杰。唉，若是安康哦，一直拢是李俊杰就好啊。徐哥，哦，莫叫我徐哥啦，叫我老徐就好啊。徐哥，你讲啥物好诶投资诶消息？拜托甲我讲一下。啊，我就无伫咧做啥物投资咧。啊，一寡大头家因拢会先知影，迄股票人是会起啊，啊是啥物物件吼，即马行情袂歹啊。啊，你开车时阵吼，听到迄副总咧讲哦，我甲讲一下啦。哦，你伫咧讲这哦？啊对啦，副总哦，常常甲我讲即款代志啦，也毋过我拢无伫咧听啦。但是哦，好，我答应你吼。后边哦，我特别替你注意，阿你好。多谢徐哥，也是你想要啉什么饮料，我去帮你买。太客气啦，一杯珍珠奶茶就好啊。无问题，我正要去帮你买，而且哦，多替你找一块鸡排哦。哦，这样哦，谢谢啊，谢谢，等我，等我。多谢你吼。做伊的司机，就会当予人把握较执行的。安康这个副总真正是无简单哦。伫个公司的地位哦，足悬的。爸，嗯，这个 A 嘛，拢已经甲别人签约啊，为什么佫会当甲咱合作啊？哦，我跳过 A 嘛，找 A 嘛合作的公司提出共同开发的观念，伊就同意啊。最后也当强调 ，A 马这个顶尖设计师，为什么不爱独占这个商业利益，要跟咱合作？讲起来，伊嘛真有商业眼光了，再跟咱大公司合作，真有资源啊。而且因单打独斗嘛，无什么优势啊。要不过跟咱这种大公司合作，侬唔惊互咱吃掉啊？为了不要让对方有这个顾虑啊，就开始我就讲，给你完全的权利，绝对别干涉因的设计、行销，还有因的财务啊。爸，你任何合作对象，拢唔包同意有这种条件，这个合作对象是不是就特别啊？安尼讲吧，会当找到 Emma 合作的人。一定不是普通人。以我的观察，伊对未来有坚持和决心，而且打得真好，跟恁爸爸同款。我已经真久无看到这款商业人才啊！安尼听起来，这个合作对象真正就特别嘞。
无唔对。稍等。刘秘书，请阿洛斯小姐进来。这位就是我的女儿雅君，雅君，这位就是你一直想要见面的 Rose。这样啦， Emma 若是陈丽妈， Rose 就等于是她的伯乐，这样听有无？多谢总裁五老。雅君，虽然咱是头一次见面，也不过我有认真研究过你哦。不管是你每一季的服装发表，还是你的经历，我拢真清楚。毕竟你是总裁查某囝嘛，我也是了解一下。我相信我跟你爸的合作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也不过你得要有心理准备，因为你爸对跟我合作还真侪感情，只靠你唔通吃醋。爸，我平常想到我还有事要处理，我先回去办公室。大君，Rose， 拍死了。早间给我先拍去了。无论是伫公司，也是伫厝内面，拢是安尼。想到啥就要做啥，拢无顾虑到别人的感受，歹势歹势。刘总，你到底计划偌久啊？我竟然无发现，伊早就出现伫阮爸身躯边。我俩阵，甲伊赶出去平顺的学校，我就袂阁看到伊啊。想袂到，伊甲鬼同款。到底用什么方法嫁给阮爸的？我知道你即马心内有真侪疑问，也毋过你敢确定要伫恁爸的办公室门口口讨论这个代志？你想要去倒位讲？你对我来。到底想要把我带去倒位？别讲，直接讲就好。你一向认为我不是你的对手，就算今麦我要带你去深山老林无人的所在，只是给你加一个击败我的机会。你是当时变到这样无自信，你是惊啥？面对你一个人，我自然袂惊。但是想知影你是不是找人当三工，直接才等我？谢君。你得把这种感觉记牢牢。你的惊不是什么见笑的代志，只是保护自己的本能反应。一个人若是不知道通惊，真紧就会无命。你现在感觉你为何？你别忘记了，那个时候你被关在那里面，我都有材料教示你了。你人现在就站在我面前，一举一动都在我跟前。应该惊的人，不是怪啥的。那真正是安尼，你应该希望我会当继续做评选的老师啊。那有需要看见你嘴亏来给我刮走？因为我无希望我的查某囝，的老师是一个罪犯。你若是有囡仔，
春花，你唔敢我甲困一边？你无资格提起我的囡仔！你若想无想要听，我偏偏要告！刘湘文，你无机会甲囡仔生落来，迄是因为天公伯啊，无希望这个囡仔一出世，就要面对一个环境妈妈。更加无希望这个囡仔因为家庭的关系，造成社会的负担，这都是天意。你无需要甲所有责任拢扫到天公伯啊！当有一天，你为你家己所造成的伤害付出代价，你就知影什么是真正的天意。我根本无伤害任何人。刘小文，我无必要你去同人计较钱，我嘛无必要你无结婚就有囡仔。那是因为你无职业道德，无贞操观念，才会危害的。那是你家己的选择，为什么你不要反省你家己？不管你安怎讲，拢无法度改变你失给我的事实。我确实有做唔对的所在，别怪，就怪我当初愿意为着蔡正祥付出一切。我太过爱伊，才让恁有机会来失给陷害我。啊，不过讲起来嘛是爱多谢你，那不是因为你，我根本都无机会当甲天威集团恁这种大公司合作，甚至是超过你的地位。你卖了这礼拜天威集团，就当跟我平起平坐，我是傻白的。刘胜公。我爸哥安那信任你，你嘛变少想话，别提我个头壳疼。你嘛那袂记个，你家己个背景。一个上食老个囡仔，一世人注定要做别人个奴才。叶君，唔通看轻阮这种人。上食差家庭出世个囡仔又该安怎？阮相信只要拍拼，得当改变阮家己个命运。所以只要下定决心。阮为着要达成目标，会付出一切。今日我你来天威集团，只是一开始，只是头一步。算落来，我会让你大家拢有惊喜哦。我会当给你保证，只要有我伫个，你所有提案绝对拢袂通。不过你爸讲，我这个专案是伊在负责，我需要经过你的同意。你卖了听阮爸安尼讲，我两块对。我之前会当毁掉你的人生，我今仔也会当毁掉你重新爬起来的。你拄则毋是无要承认你伤害过我，现在今仔佫改变讲法，讲你毁掉我的人生。我无迄个时间甲你耍文字游戏，卖讲我无提醒。你若是想要付我过日子，就主动离开天威集团。卖逼我动手！你敢有想过，其实要赶我走就简单嘞，只要甲恁爸爸讲出所有的真相，讲出你对我所做的代志，那呢，恁爸就会知影我对你有偌万分，一定将我会保护你。是到你免出手，伊自然就会请我离开啊。啊，不过。那是你爸爸知影所有真相，一定对你这三个囝出死无的。这是咱两个人的代志，你别搞我爸靠到你吧。刘嘉文，你若是想要耍，我陪你耍到底。但是我绝对给你几粒 rose， 还有泡地里。你最好是说会到做会到，我想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本事。妈，阿姨，您回来啊？你看啊，
什么物件来给你？准备一包的水饺，叫啊！你敢知影？我带伊去食嘛，我足想要食的。啊，这包总算会当食。哎，太太，来来来来，五百斤啊，来。哦，好好，多谢多谢。哇，哎，慧萍，你买水饺来哦？啊，是啊。哦，啊无，太太，我先替你留来冰啊，好。好好。哇。春梅水饺呢？哦，这真好吃呢。系啊，前几天哦，我去买几包转来放，我就想讲，迄牛肉汤哦，啊，炖几粒水饺落去，就变做牛肉汤饺。对对对对。哦，不是安尼啦吼，暗时咱来吃吃，这牛肉汤饺，我讲一下，我把东摇起来。哎，好好好。阿爸呢？我这边水来烧吼。这方阿姨啊，才是最厉害。哎，你敢知啊？这牛肉汤因家己滴的呢，啊一点啊拢袂臭臊，我逐工啉，你看我怎嘛？我气血有加较好无？哎，有影。有啊，你片开一下就胖诶，就胖诶。哎，片在旁边哦，头我想着，搞我煮个粤式牛肉汤会使好啊。对，啊你毋是讲要安排阮去片？啊，对啊，阿姨歹势啦，我即个刚好拢找袂着伊呢。啊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是哦，其实这个人哦是逃逸外劳啊，啊就刚刚拢找袂到伊，我是在想应该是要被警察。哎，你想做无代无志去实习这个逃逸外劳？哦，就是保全吴主任的朋友啊。有一届我伫食着迄吴主任的便当啊，吼，我食落去了后惊为天人呢，真正是有够好食的啦，所以我就拜托一定要介绍这个朋友给我熟悉，结果啊。记着，朋友才知影，原来是逃逸外劳。啊，无咧，我就可以拜师学艺，可以学做越南料理。哦，安尼。哎，遐做越南料理的师傅真尔侪，是安尼一定要用一逃逸外劳啊？佮孙来传出去，一定会变成一个笑话咧。哇，李俊涛，你讲的敢是重点？重点是这个人即摆无去啊。像这款逃逸外劳，一定真侪所在当地，你就免替伊烦恼啦。对啊，这个外劳跟俊杰爸爸是要就行的哦。啊？啊，那恁伊叫什么名啊？哦，阮太久。阮太久？啊，唔得啦，迄时阵要找迄个外劳啊。是啊，哈。好的，啊，你够确定？你刚刚生的时阵见过阮爸，而且刚刚一两摆尔，你敢真正会记阮爸是安怎？哦，一开始我是感觉伊足明显，啊，毋过都完全想袂起来，真正是后来才偷偷想起来啦。哇，迄我嘛看过伊啊，伊会当讲是刚爆，谁真的一模一样咧？嗯嗯。俊豪，啊，那你回去问恁阿公，看迄个人讲伊离开了，要去倒位无？嗯，阿姨，我有问过郭主任嘛，伊看起来就无啥想要讲这件代志诶。阮阿公当然无想讲。伊是逃逸外劳呢，啊，若是讲出来，唔着去互伊拖累。啊，无论安怎，我一定要找到这个人，我一定要亲目睭去确定，伊到底是不是有志，我才会死心。阿姨，我嘛继续找看卖。我绝对袂当互奎恩甲爸见面。啊，若无，爸若是当阿你家。阿嬤的財產就輪不到我來管了。欸，這什麼？欸，阿嬤，這。沒有。這啦，這最夯最夯。因为我不会啊，我真正感觉我找唔到人合作呢。有钱人为什么有钱？迄就是因为有钱人拢无咧开钱，才会变有钱。这点你敢唔知？我哪会知啦？啊，我实在有钱人就敢那你安尼啊？啊，无咯，你甲我讲，你到底要卖什么物件？啊，要卖给什么人？好不好？查某人，邱梦松啊，
但你嘛拜托的，我嘛感觉吼，我嘛找唔到人合作了。你吼可能是无结婚，莫讲结婚啦，你即马连一个妻仔都无啦，可能对查某人有小寡误解，参照阮无得啊。我伊家甲讲吼，我要换车，伊讲免，我吼要买一个洗碗机而已，伊嘛讲无必要。下面吼，我要买破的，伊嘛讲莫我要乱开钱啦，无可能，我才不爱信。你不爱信哦，你不爱信，我试予你看。请。小茹啊。我看你吼安尼，规天扫涂骹足忝的，我买一台扫地机器人予你好不好？好啊。哇，感觉你足辛苦，我买一卡三颗赖酸球予你好不好？好啊。水，小茹，我替你记起来，看免空悔啊。以后记袂记，我记起来。无算，你看卖小茹，即阵啊哦，和迄小倩不佳哦，规个拢走进去有无？足惊哦，伊个宝贝女儿去互小倩抢去，所以哦，伊即马无思考能力。哈、哦，是讲是靠小倩哦，真正足奇怪呢，遮尼侪年啊，囡仔也无要饲，啊，即马有啥物名来抢小东啊？想来了。是你，我不是跟你讲过啊，小东不可能让你走啦，你弄啥死心啦？秀姐啊，你甲我赶走之前，敢袂当听我甲话讲完？我真正已经反省过啊，今仔日来我是要甲你回信的。小倩啊。你嘛拜托的，莫讲哦，母子有话无的啦。啊，敢讲你的故事，我阁无了解了。坤惠啊，恁敢会当相信我？我真正已经改变啦。啊，我出来了后，敢若想要见小东一面，唔只会一直写批予恁，也毋过恁拢无回应。啊，我真正是思念伊的，唔只会走来。啊，你想看卖？我若是甲较早迄个放火的小倩同款，我哪会写批争取恁的同意？啊！你即摆是揢你放火的代志要来威胁阮哦？秀姐，你莫误会我啦。迄天伫个警察局甲你冤家了后，我真认真思考小东对我，啊，佮有对你的态度，嘛足认真思考你讲的每一句话。我感觉你讲的拢是事实啦。我真正毋是足好的妈妈。小东这几年来，若不是因为你疼惜，伊早就是一个无妈妈的人啊！你对伊的付出，那是帮助这个查某囝，也是帮我弥补我对伊的亏欠。我是真正足感激你的啦！那呢，你愈不应该回来找小东啦！小茹姐啊，你莫安尼好无？这我真正做袂到啦！好笑，小倩啊！啊！若无拄只，你是咧唱歌了啊？小东是我即马上亲的人，我真正无法度切断我和伊的关系。小茹姐啊，我知影当年我帮小东造成足大的伤害啊，我即马无毋望伊原谅我，要毋过我是真心想要弥补伊。我袂甲你抢查某囝，我敢若想要弥补小东，让我后半世人莫有遗憾。啊！你甲我同款，拢是做妈妈的人。你一定了解我的心情，对吗？小茹啊，你哦，唔通听伊讲到遐尼可怜，你就相信伊咩？你想我莫讲话啦，这个代志哦，拢是你补出来的。讲话啊，你那是巧，今马上好莫讲话。周小倩，你跟我来。啊！即摆小茹招小倩出去，是要谈判，还是要订高机啊？订高机哦！系啊！你倒啦！我来看卖啊！你去是要创啥？坐啦！阿忠啊，我坐袂住啦！坐啦！你去是有啥好？我问你啦，就算讲因两个订高机，小倩输啊，你是敢出头无？唔敢。啊，唔敢去是要创啥？唔过。啊！我这个代志是因为我呢，我才是当事者呢，哪有可能放予因两个查某处理啊？是讲哦，
我若去，我嘛无伫场头讲话吼。是啊，无伫场去，去也袂处理的，去要创啥？来不干呢呀？哎，讲罔讲，是讲小倩经过这么多年啊，还是风韵犹存，皮肤足好个呢。哇，我收到啊！收到啥？面膜。咱直播一当来卖面膜，即摆吼面膜市面上拢卖个欠货，咱若是找着会员，绝对是赚大钱啊！查实了，系啊。面膜。啥？这南非国宝茶啦，啊里面吼无咖啡因哦，啊你若要睏之前哦，加啉一杯，你会感觉足舒缓的，啊而且吼嘛较好睏啊。就胖的，来，你也坐，坐下啉啊，来坐坐坐，多谢。杯。你搁睏袂去啊？阿婆这么晚，你一个人坐伫客厅，搁伫遐想代志。我咧想阮先生啊，阿阮先生二十年前跌落海失踪，啊，不过最近你敢知影？慧婷去拄到一个越南人，讲高先生生了足惨样的。啊，当然。同一个人机会，我知影真细，啊，不过我嘛是不想要放弃这个希望。其实我知影为什么你会安尼想，亲像阮后生嘛，倒伫个病院已经五年啊。虽然讲这五年来，我心肝内一直希望讲，伊有一天会当清醒。阿哥，我知影这个希望真小，所以我了解你的心情。他这五年，你一定辛苦啊！啊，对啦，我有听小雅讲，恁先生跌落海了。是你一个人，甲你家，啊，搁有公司规个搭起来，你安尼哦，无眠无日，伫个付出，伫个操烦，莫怪啦，迄身体拢歹了了。其实我家己嘛烦恼啦，烦恼我若想早离开，我就等袂着阮先生倒转来啊。你一定真爱恁先生吼。其实，我一直无放弃希望，伫等待伊。到底是因为我爱伊，也是因为我想要替我家己出一口气。我嘛不知影，啊，不过我想要向伊证明，就算无伊，我一个人嘛会当过了真好，会当甲大家，会当甲公司。照顾了真好，太太，你真正做了真好呢。你一方面爱顾家庭，一方面佫爱顾公司。所以讲哦，环境会当予一个查甫人表现出无限的力量啊，对吧？妈，哎，你两个先讲啥？阿姐，你还欢喜啊呢？坐啦坐啦，坐去饮茶啊。哦。啊，公司即满安怎？哎，放心啊，有我伫啊，一切拢真正常，好无？
对啦，嗯，你的车祸后遗症哦，我有去找迄中医师问，还有开一挂中药材，要你保身体。我请方阿姨替你准备啦。妈咪，我即马逃袂得啊。什么病？啊，阿哥，我跟你讲，我有找到一个脑科权威，伊会当替你做详细检查哦。哎呦妈，你家己哦，身体哪里顾袂好，你家己烦恼啊。当然啦，你是我后生，我无照顾你照顾啥，对吧？你就搁听个听哦。对啊，没道理啊。哎，太太已经不能唔知影，伊即马照顾的这个人，根本都唔是伊的后生啊。伊真正后生还搁倒伫个病院。开工我想过无闲，阿拢无去病院看李俊杰，唔知伊即摆情形安怎啊？小雅太太，阿想话无好，我先来转啦。你要当呀？嘿，我上面来老下好啊。啊，没，你跟你妈好好开讲，我家己来转就好吼。刚。妈拄只表情看起来，敢若无啥欢喜呢？敢是咧食我甲俊杰妈的错？就去病院看李俊杰啊！咱就有车看护在过啊，对不？那就家己走一撮啦。对啊，我跟你讲哦，好，我今日哦去安康因公司，哇，咱的后生真正有够牛的啦！哦，管理的一间遐尼大间的公司呢，真正哦，袂歹。哎，公司不是咱安康的，是李俊杰的。棺材是不是李俊杰？飞机起码是安康的棺材。我跟你讲哦，虽然哦，我敢那是安康的司机尔，也唔过大家拢对我足客气的啦，搁买物件请我吃呢。行伫个哦，安康边啊，真正是行路有风的，水。你哦，莫想过欢喜啦。万一骨卡若又锁出来，互你家的人知影讲哦，咱安康是假的，死到你连食风都无。我跟你讲，这一切吼都是暂时的。等到一天李俊杰来醒过来，咱就把所有一切拢幸福伊。我看这李俊杰是袂醒过来。嘿，你哪来讲哈？人太太哦，甲咱安康照顾还遐尼好势，啊，咱哦就是爱甲李俊杰顾好，安尼唔才会当报太太温情。嗯哎，是啥物温情啦？啊？咱嘛足久啦，伫咧照顾迄李俊杰啊，对无？这五年来唔知开偌济钱去啊！而且哦，咱予伊呢是一个缘投健康阁巧的安康，对无？啊，伊呢，予咱个是一个昏迷不醒的人。啊，讲起来哦，是伊哦爱现在温情才对。你大概拢讲歪理啦！非得我甲你讲啊，伫咧公司的这段时间哦，你都爱较安分的。莫甲咱安康找麻烦，知无？我知啦。妈，安康。安康啊，这么晚你哪个雄雄走回来？哎呀，敢是你家出什么代志啊？不是啦，就我想要回来看妈一下。啊，咱大家拢在你家拢见面啊。我知啊。妈，你辛苦，我甲你念念下。对啦，妈，啊，拄只伫个地界时阵，你看到我甲李俊杰妈咧有讲笑，你的心内是就有淡薄杂质。哎呦，你咧讲什么啦？看唔是三岁囡仔，食什么醋？无想做你的面壳个，安尼结鬼球啊，人就做你走啊！我着看到李俊杰伊妈妈哦，这么照顾你。心肝内感觉足袂得过，你再去病院哦，看李俊杰。好，原来是安尼啊，还是讲俊杰即摆状况安怎？医生讲，想必较早较稳定啦。
恁两个人做伙出车祸，啊，李俊杰伊妈妈甲你顾甲遮尼好，你哦，即马遮尼健康，李俊杰都无遮尼幸运啊。所以我咧想哦，哎，我哦一定是无甲李俊杰顾好势，我真正是对不起伊妈妈。哎呦妈，你哪安尼讲啦？我的伤势也袂严重啊，这袂必急啦。嗨，运命就是安排哦，咱要走到这步的啦。你即马做李家的后生，啊，你做李家的管家，我做李家的司机，咱全家伙拢聊落去安尼，咱无对不起李家啦。其实有时阵吼，我有足侪摆想要甲太太讲，你知影无？啊，不过讲唔知影爱为倒位讲起呀。啊，是要讲啥啊？咱不是已经讲好啊，要帮助李俊杰哦，找到李俊豪要害伊的证据，吼，把你把这歹证抓起来了，才跟李俊杰你爸爸讲实话啊。哎，妈，讲真啊，其实我嘛是跟你同款做因啊，一方面想要保护李家，一方面甲干妈讲哦，安尼欺骗伊，真正做梦啊。哎，这是善意的谎言。咱嘛是为着你家己的设想的，对不？那有一天吼，李俊杰真正吼醒过来了吼，伊就继续来做伊的总经理，你嘞做你的副总，我嘞我就做个运输部门的经理就好，真好真好真好。哎、欸，你这大去上班呢，你都连做梦哦，人太太也无欠咱啥呀。想到要让咱安康做副总，等代志来结束，我来讲，咱就回来吼，咱原本的生活安尼上好。啊，不过安康代替李俊杰，甲公司管理啊，安尼啊好势，就表示伊是这方面的人才，知无？你别个当面小想啊啦，人李家跟我一点仔关系拢无啦。哥再讲哦，两个生出一模一样的人，出伫个公司，哎，一个总经理，一个副总，你叫公司的员工是要怎混来过？哎，这唔简单，一个穿黑衫，一个穿白衫，佮挂一个名牌，大家就会认的啊。